然后加热，加热大概一分钟左右，然后加点酒精。我们就保支架的那种拆法啊，拆一下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啊。先把支架推一下啊。支架的话，这里我们用那个刀片敲一下听筒啊，保支架的拆法啊，推一下啊，推一下推一个口子出来。然后啊，过一个塑料片，分解一下啊。我们告诉大家怎么拆支架，然后怎么分 TP， 这是保支架的拆法啊。用的胶的话，应该是跟以往的是一样的啊。你在拉的时候可以打一点点酒精辅助一下啊，酒精是不伤屏的啊。排线注意一下啊，像现在是那种外挂 TP 一样，类似一样的 TP 啊，TP 排线很薄，但是我看了一下，韧性还可以啊。对，到这里之后啊，大家我们直接按那个插 mask 的一样的拆法啊。这里的话好像粘住了，这个是什么型啊？新型啊，在。我来弄吧，这种技术。好啊，支架拆下来了啊。这里的时候，我们以后提前处理一下就行了。然后把盖板分下来啊。支架没什么问题啊，支架的话还是采用 AB 胶啊 ，AB 胶，排线这里 AB 胶啊，支架也是 AB 胶啊。拆板的话，应该是对我们做平的来说，应该是没有难度啊。然后我们找一个薄片啊，薄片插进去啊，插进去之后。用钢丝啊。